水上飞杆跑跳碰，清凉又爆笑。好了，全部全部重来。如果两个男生在上面，可能谢欣姐要打红毛街，红毛街非常稳。来，翠欣姐要来了，压一边刚好。谢谢你不想那个谁，你不想接到红毛街啊？哎呀，每周日晚上8点，请收看综艺。